你怎么这样讲话？那是真话。你宋总的组呢还不错，但 Linda 的组呢有一些业务跟他们有重叠的地方，你以后尽量少碰那些业务。现在有 Alex 老大罩着我，不劳少帅您费心了。我看你呀、啊，还是担心明天出差之后位子不保吧。哎，走了。喂，喂，你汤圆不吃了？对啊，不吃我吃，老公。苏小妹，你们什么是明，什么是暗呢？明明就是吃汤圆啦。老公，你身体那么虚弱，要不要再多休息两天啊？我这都休息一个月了，再休息啊，我怕连公司都回不去了。再说这次也不算工伤，我虽然买了保险，但是大部分还是自己来花的，我看还是早点回去上班吧。再说了，这都是老毛病，也没什么，反正啊，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。当然还是身体要紧了。老婆，没事了啊，我这不最近听说你在公司有点不顺，我回去啊也有个照应。我帮你，你看你现在瘦的，别老熬夜了啊！这出去都不知道咱俩谁得病了。你放心，卖股的投资部只能容得下两辆马车，必须要有人出局了。你老婆的眼中钉马上就要被铲除了，到那个时候，我不就自然而然地胖起来了吗？这你知道什么内幕？我的手上啊，现在握着一个重量级的深水炸弹。哼，这要是成功了呢，能除掉陆励成；这要是失败了呢，也能除掉 Alex。这最坏的结果呀，也是从此以后让他们两个势不两立。你就等着看吧，看到时候能炸出哪条大鱼来。老婆，这事可别惹火上身啊。你就放心吧，这次啊不会像金矿产业那样失败的。来，喝点温水。老公，你最近身体太虚弱了，得早点休息，明天早上还得坐我的车去上班呢，还得早起，早点睡吧。那我先睡了啊，你也早点休息啊。行，我熨完衣服就去睡啊。你要是不舒服，可别硬撑着。你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哎呦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没事。老公，中午吃饭的时候注意啊，别乱吃东西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喂，陆总，已经帮您推迟了一个小时的航班，那边也联系过了，会议会等您过去之后再进行。文件拿到了吗？嗯 ，OK 了。Alex， 哎，我正在忙上午班时给我派的任务，找有事啊？是的，上次那个远中投资项目最后一个分析报表，总裁说在你这儿，能不能借我查一下？我有一个新业务要跟他们谈。
收到。谢谢，看完之后还给你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上个年度的单据报表，需要走流程，你也需要审核签字，我都签完了，等你签完后帮我直接拿给麦克就行了。好啊，谢谢。林总，你相信办公室恋情吗？办公室只是一个无感情的空间。因为我爱的人，我相信，我爱的人让我仰视，如果可以，我愿意爱他一生一世。每个人都有缺陷，如果你没有发现，只是因为时间未到。我爱了他十年，我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当然知道他有缺点，可是我相信即使再有两个十年，我仍然会认为他是值得我爱的人。你所看到的永远都不会是你所知道的全部。我庆幸我爱上了他，我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，努力做一个善良的人，努力热爱每一天的生活，努力用积极的态度面对挫折。因为他，我从一个自信的人变成一个更会自强的人，因为他，我明白了追逐梦想的感觉，因为他，我觉得自己变得更美丽。比较宁愿看股市涨跌，那你继续看你的股票吧，我继续做我的白马王子梦。我有两只股票推荐给你。我对这个没兴趣，等我失业了再来找你。当男生为女生流泪时，你的眼中就只有浪漫真挚的爱情，哪怕他只是昙花一现。执迷不悟，我要下网了。这么早啊？最近办公室里太干，空调吹的人有些不舒服，再说这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恐怕没有机会发生什么办公室恋情了。哼，谁知道呢？或许明天就有了。那你早点回家休息吧，好梦。加湿器，加湿器，加湿器，我想弄个加湿器。有了，百事淘宝网。这里什么都有。